欢迎收看《最开箱考你酒啊》，哎，不是 YouTube 卧沙鱼。这次呢非常不得了，也觉得非常可爱的 Evagino 相关的产品哦。我相信有收到的就是观众们一定都会说好，没收过的真的就是建议赶快去收一收。而这次要介绍的是好微笑出品的 Evagino， 产品别名为就是 Goose My Hello。 这次的收藏也就是跳脱之前的以往设计，也真的是非常可爱。Goose My Hello 还蛮意外的地方哦，就是它的外包装真的是制作的非常的精美，简单又大方，利用简单的配色和文字呈现这外盒的整体搭配。至于呢，观众看到就是我手上有三只珍稀波嘛，其实也真的啦，自己的私心啦，一个就是收藏用、实际用、宣传用啦。在这一个明日香和凌波凌与珍稀波的版本哦，更早之前就已经有先出过定真寺还有楚勋这一系列的摆头娃娃，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。他们的外观设计走的是一个非常简洁，就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色系。然后凌波凌的话，到就是明日香还有珍稀波，他们也是属于用他们的专属的色系去做搭配，然后整体风围除了简洁之外，也是带一种就是非常可爱，还有就是非常 Q 的感觉。简单的设计，然后又衬托就是设计上面的空间感，搭上就是马卡龙的颜色色系，看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珍稀波，它这边会附上说明书，很少见福音战士是用这种类型的方式去做包装。为了让大家注意，就是它的配件双马尾是插入这边的话，这边很贴心的，就是还这边也放了一个 L 与 R 的一个插孔，这个就是两个拔掉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拿出它的底座，还有它的双马尾。这样珍稀波真的是有够可爱的。卡榫上面会有一个英文字，它是 L。在这个双马尾上面呢，其实在卡榫地方也有很小很小的字样，上面也分别也是有写着 L 与 R。 那我们再针对 L 和 L 的位置插入 R 对应 R 的方式插入就完成咯。那珍稀波就完成啦，这样子砸的明日香也完成啦，那我们的凌波也完成啦。可以呈现这样子本作的三大女主角，看到这么可爱的造型是不是很兴奋呢？每一个造型和色调，甚至它的就是刻画和塑形漂亮又简洁，搭配就是非常单纯的可爱，小小的可动机制就是可以左右摆头，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巧思，都可以因应就是我们的需求去做摆设。 OK， 那就请我们的观众来看看这一系列的展示画面吧。